方式哦，主要分成哦这四个，我们主要是讲这四个。那第五个因为太复杂哦，所以就这边没有提到哦。那第一个的话呢，怎么来做哦？首先的话，大概这些属性跟方法，大概注意一下就可以。那放的方式哈，因为我们就宣告一个，就是主要是这个 set layout 的地方哈，把它改成 bold 哈，让这个版面呢把它变成 bold。那 bold 里面的话，我们就用 bold layout 哈，这地方建立一个 bold。那里面的话给它参数啊，这个参数的话呢，我里面就是分别给它二跟五。这个二跟五的话就是里面的什么呢？其实你可以看一下这个有一个参数哈，bold。Border 的部分呢，如果我们要给，应该是它的什么呢？水平间距哈，跟垂直间距。水平的话呢，就是水平就上下，左右的间距哈。那垂直就上下的间距。那这个间距给它之后的话呢，再去做加入这个按钮的部分。那这边我们用Add New Button 哈，总共里面文字就是东西南。北、好、中这几个，那分别把它加入在哪个位置，做一个属性的设定就可以了。加进去之后呢，把它 visible 设成 true，秀出来，结果就像这样子。好，这个是有关于这个 border 的。再来的话呢，color，好，color 我刚刚有讲，就是说一层一层，有点像图层的方式。然后呢，每一个物件都会填满整个视窗，所以有一点图层的概念，每一个都会挡住，所以最后你看到的实际上只有最上层的那一个，好，最上层那一个。这里假设说我今天呢建立一个什么呢？也是 new layer 哈，那里面的话几层，好，几层这个地方的话呢 new layer 后面的话加入的这一个参数哦，我们这边有提到是在这边也是间距啊，间距。也就是水平间距跟垂直间距，哈，这个地方是一样的。加入之后的话，假设我今天加入三个按钮，那三个按钮的话呢，也是同样给它名称，button 一、二、三。那 show 的时候呢，最后特别注意啊，你要 show 的时候呢，要 show 哪一个？因为它是图层，你就可以说我今天要切哪一个，在上面哪一个就后面的都被盖住，就会按不到这个按钮。那这个用的时机哦，有点像是你如果很多个按钮。是不一样的功能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去利用程式去做切换，让使用者可以按到哪一个，哪一些不能按到。这个有点像 layer。另外还有像 floor layout 的部分呢，也是一样。这个地方哦，水平间距，好，那看你要是 left，就是对齐，靠左、至中或者靠右，哦，这个对齐方式。那预设值是五个单位的哈，五个单位。那其他的话大概知道就可以。那我们这边有个范例一样，就是说，假如我今天呢放一个center 我至中，然后呢水平五，垂直十的单位哈，对齐方式。那这个地方 layer 把它改成 work 这个 float 哈，那分别加入这三个 test field，它就会自动帮我们用流水，并且至中的方式排列，那这样我们就不需要自己还要去算它的那个位置应该要到哪里哈，啊，自动就把它们放在这。那最后是一个 grid，那类似的方式就是放在格子里面。那这里的话需要哈几个 rows，哦，几个 color 就是 column，就是你几栏几列，rows 是列嘛哈，然后 c 这个 column 是这个行，也就是横向是列。纵向是行，那你要去做排列的方式，你就直接在这个地方下个参数就可以哈，这样下参数。另外，如果说你还要加后面还有两个参数，就是它的什么呢？水平跟垂直的间距，你也可以给它哈，格子的间距。那这边的话，最后秀出了一样的方式，就是说，假如说我今天呢哈，在这边加入五行，五列三列五行列嘛，横向的。纵向的是五个，好，那当然你间距你也可以下，也就是说后面你还可以逗点，再下它的间距，那并且啊，在这个地方加入什么呢？因为我们要加入15个这个 button，那15个 button，当然你也可以一个一个慢慢加啦，不过一个一个加太浪费时间了，你可以用什么呢？用回圈的方式，用一个 for 回圈哈，然后从一到15累加之后呢，自动就加入15个按钮。并且呢，把它加入到里面去。那这样的话呢，就完成什么呢？完成把这个 grid 的这个设定哈。那主要排版呢，一般常用的就是这四种方式。
版面配置哈。那这四个的话，我想你们再试试看好了哈。